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破力哥，这个是九哥，然后这个是被我骗出来的 Dedu。OK， so 今天我们要拍的是，今天的 Vlog 是都市传说，这是在我们十几年前有听过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坟场卖盐。OK， 据说在坟场卖盐呢，你住在坟场里面，然后不停的卖，会有人，我不知道是谁啦，会有 blah blah blah， 会跟你买这个盐。为什么会买盐？因为他们吃的东西是基本上是无味的，所以没有味道的，所以他们就会买盐来去调味他们吃的东西。因为今天也刚好是7月15。刚好准7月半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试看去验证这样子的一个都市传说，然后当然卖盐的那个人就是我了。 OK， 然后旁边两位玻璃哥是 my secure video man， so maybe 万一有发生些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把我抬走。OK， but 最主要的是没有意思要冒犯，我们只是要来试看这个都市传说的真实性在哪里，只是属于一个纯属于好奇。我们应该听了10多年，我们有听了十多年，有十多年，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真正的 video 呀，从来没有看。而且我在 YouTube 也没有找到有这样子的 content， 就是坟场卖盐的 content。 OK， so我们现在就要去准备了。 OK 喂，怎么流水啊？耶，不要紧张，还没有开始就流水啊。吓到老鸟流水啊，不能放咸水，淡水还咸水哟。耶，还咸水不辣，卡咪回来到现在。OK 啊，我们要出发了，等骂完水过后。我等不到流水。今天的月光还蛮亮的，所以基本上是真的是很亮啊，这边好亮。哎呀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就会先去 setting 好，才开始卖烟的起步。Let's go。不要一包一包的烟，说可以成功卖出几包，今天收入会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会坐在这边看可以有什么神奇的事情会发生。 OK， check it out。现在的地方哦，是那个新山中华工会地面那边的工厂，现在差不多已经都过了十多分钟了，暂时不看有什么情况了，等一下继续 follow up。那个火车就是火车阿婆，现在阿婆。
我们现在有一个更重要问题了。我很想去尿尿，可是那种地方我不敢乱尿，够很久啊，爆尿啊，很多。假辣的，每次出去玩不是要去大便就是要尿尿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也很无奈。现在已经录超过22分钟了，然后现在就慢慢走过去看什么情况。OK，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我了，我们差不多22、23分钟，然后过来就在那边。暂时是没有什么情况啊，再往下看下去。现在我们这边录音时间已经差不多到1个钟了，我们再去过去叫他看一下他怎么样了。玻璃哥，1个钟了。哪里？哎呀，什么感想？刚才哦，我的后面我问我是有动物跑过来是什么呀？有狗跑过。有狗跑过啊？是正常的啦，然后就很快的声音哦。我也给那只狗吓到，不要紧。喂，是什么声音？我感觉好像是应该是蚊子还是什么啦。嗯，一直有弄到我耳朵，我跟我的手，我觉得应该是蚊子吧。1个小时啊，真的1个小时啊。怎么了？有1个小时我没有停，就是卖盐啊，好兄弟，我一直没有停，我20多分钟搞罢了。所以生意怎么样？这1个小时的体验是我的腰很酸，不过是一个不错的体验。这个是一个都市传说，虽然我并没有遇到些什么事情，不过我也没有很希望遇到些什么事情，不过这是我们10年来的传说，我们就是体验了一次啊，原来这个传说是这样子的。不过可能我用的方式不对，还是我方法不对，我不知道。脸太吓人，太破例了吗？OK， 不过 by the way，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啦。买盐吗？来，买盐找我啊，买盐啊。好啦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要去外面，我们再分享一下一些事后的感想。看不着米啦，来，有什么感想？蚂蚁特别多，蚂蚁特别多，蚊子也很多。我有听到一声吹口哨的，我没吹口哨，我听到一声。烟花特别响，一直蹦蹦蹦。尿特别急，不过我已经解放掉了，用不可告知的方法，你们可以自己想象。OK， 一个水罐，男人拿一个水罐就知道什么情况了。因为我不敢乱来，我就放在那个瓶子里面，那种500ml 装不下。哇，你就知道我憋多久哦，差不多身体1/4的水分排出去了。讲真不错呀，感觉现在我很 dry， 很 dry。出去再讲，就。现在已经做完 content 了，然后基本礼貌不可少。
鬼姐妹，没鬼姐妹，你要不要把眼泪留在这边？我们现在在妈妈档喝茶了，基本上没进也没险，所以七月半的 content 就到这边了。飞片，飞片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这个传说只是个传说，也没有太大的什么惊喜，所以今天 content 就到这边。喜欢的话订阅，很可能下一次会有些什么惊喜。感谢阿弥达，谢谢你的订阅，拜拜。